点了特价多少钱？闪电！配送单不算，36。就是那个薯条、汉堡、水套餐。 还有鸡块，哦，什么汉堡？白烧，香辣，我靠，这三十六，好贵。这个是店里应该20多，22、24吧，就比最常见的那个鸡块，麦乐冻贼贵，不算费用费，贵。 我还是想吃薯条，这个没吃过的。凭什么？他怎么比我多一刀呢？哎，不是啊，一样的呀。他五刀，他五刀一百四，我五刀一百零四。一样五刀，他打的比我多。一样的武器，也是带有斧头味的斧头。判定锅。 哎，买了飞，买了飞没有？